十二生肖中，在2024年做生意最容易成功的生肖有哪些？快看看有没有你。排名第一属龙人，具有天生领导才能和创造力，在2024年会迎来丰富的机遇。自己创业做生意，经常会得到贵人相助，获取到最前沿的商业资讯，赚钱会变得很简单。这贵人呐，不但会给你介绍大客户，有时候还能给你提供资金帮助。排名第二的是属鼠人，2024年对于属鼠人来说呢，是财富翻倍的一年。你们天生机智灵活，善于处理各种问题，而且7月9月呀，是最有利于你们事业的。这个时候独立创业，机遇将会倍增。排名第三的是属蛇人，2024年从头顺利到尾，有钱可赚，有福可享，还能再创辉煌。虽然你们不善于维系人际社交，但自己创业经商的属蛇人呐，在龙年跟合作伙伴关系比较融洽，你们诚实可靠，一直凭良心做生意，会得到很多老顾客的认可和青睐，生意规模也会越做越大。每个人都有最适合自己的行业，要学会趁势而为，顺应天时，通过自己命盘去找到这个最好的时机，做事将事半功倍。想要了解更多，私信我，我们可以聊一聊。